什么啊？我就是很认真、很诚恳的回答说，哦，没有，没有不见东西之类的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真的很笨。I look for everything. Hookups. 假装当个一小时男朋友，我也觉得还 OK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对我来说，找到一个好炮友比找到一个男朋友更难。I found what I was looking for. 第一眼看到他就是，就是他。那个等于非常说我们所谓速食，就等于是 order， 我去麦当劳就直接 order 一个东西，马上他就两分钟就给你了。可是以前我们是下厨哎、欸，我发现。那个我本来很想最初的那一种，很想要稳定，想要有一个渴望有一个伴侣的这件事情，反而慢慢变得很薄弱。我会觉得，反正有那么多人喜欢啊，那么多人在尝试，我为什么一定要锁定某一个人？